妞和旭明的朋友都知道，因为我们俩是同月同日的生日。是几月几号？几月几号？有这么好的机会和大家一起过生日，真的太难得了。对，好感动哦！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段大侠跟我们的Miu一起来许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趁这个机会，好，要说出来哦，哈！好，我们请我们的段大侠先，这是我们歌迷朋友的一个心意啊。第一个愿望，祝愿所有支持超偶的朋友，支持旭明，支持丽静，支持希儿的朋友。还有支持超偶所有选手的朋友们，能够在超偶的节目里能够感受到快乐，能够让这个快乐一直一直延续下去，然后让我们能够未来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一起互动，一起交流。祝愿大家都能够幸福，这是衷心的祝愿。大家幸福了，我们才会快乐，所以我们是相互的。也一定要